T'avais pas eu.是吧？占卜雪三月，参见谷主。好，三月不愧是我万花谷第一战将，仅凭一人，就可以将匪兽之灵悉数斩灭。西山尸兽已被收服，灵丹在此。 戒护法，不是请大家来见证鲛人开口吗？这时，兄长来的还真是时候。谷主，万花谷设有极剑，怎会有恶灵肆虐？此事必有蹊跷。先前谷中训过一飞兽，其作恶多端，不知悔改，我已遵从仙师之命毁其灵丹。兴许他戾气太重，化为恶灵在谷中游荡。只是不巧。 大尾巴鱼，今日之事我以后再跟你解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完了！ 云和，看来你还是心急了些。是云和贪功冒进，让谷主失望了。
半夜的过来赏花，有点意思。云禾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呀？我看着没什么呀。我再教你一招，观人察心，不能看他面上表露了什么，而是要看他想要隐藏什么。李叔，紫藤树，你在干什么？三月，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初五，深夜出游不合规矩，回去。哎，那就请主子责罚呀。其实呀，应该我罚主子才是。三年前的今日，是你我相遇的日子，你忘了？这种日子，该送礼物的。咱们初一的地方，也有这么一棵紫藤树。当我在谷中发现这棵紫藤树的时候，就想给你一个惊喜。这也不合规矩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你会出事的。谷中最不合规矩，违反禁令与我相恋的，不就是你自己吗？放心吧，今夜只有你我两个人，你只需告诉我。是不是该回个礼呀？雪统领，我已下令封锁此处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季护法，请回吧。我今日前来不是来找鲛人的，而是来找雪统领的。我与季护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吧？昨日花海紫藤树下，我好像看见了一些东西。雪统领不必紧张，若是想要对你们不利，我不会过来找你，而是会直接去找青书大人。你想要什么？合作。我看你一身侠气，是手到一只，正巧我也是。既然我们志气相投，何不互为助力，同道而行？季护法善于识人察心，可惜竟没有看出我这人生平最恨被人要挟。你们既然看见了，那我便不能再留你们。鲛人，他是季云河抓回来的，不会出手。李叔，你躲开，这事儿我来做。别碰他！
乔然真为你开口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少谷主，有人看到纪云河和雪三月都进了四国窟，只怕此事又有蹊跷。来了，真的来了！我跟你们说，大麻烦来了！林浩清不知道听到什么风声，带着人从那边过来了。今日这麻烦还真是没完了。黎叔，他们三人今日都不能留了。你。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就不能先讲和吗？说的倒轻松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雪统领，你就不能冷静地跟我谈一谈吗？和你没什么好谈。我在余光中仿佛看见我们在哪儿。曾相依。